小朋友，你是否有更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零级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？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心里面